坛猪肉香肠清凉，竹笋切好装盒。客人外带，赶快返家。用餐时间人潮稀稀落落，知名香肠店业者苦哈哈，因为疫情不能内用，生意腰斩。那就大家唔敢出门啊，这只有袂当内用，比较应用发大啦。简单会的吗？另一间知名咸粥店生意更是一口气掉七成，休息时间也从原本深夜十点提前八小时到下午两点钟。除了不能内用，业者认为民众不敢出门才是根本原因。关键台湾疫苗啊，没有疫苗啊，大家就没有办法在外面走动啊。小吃店生意直直落，连带冲击瓦斯行业机。瓦斯行老板、校长兼壮中自己开车、骑车送货，小吃店生意惨淡，或是直接暂停营业，瓦斯用量雪崩式暴跌，差不多哦六七成哦，行李打都没当走啊。本土疫情大爆发，小吃店生意大受影响，周边产业瓦斯行也重创，业者无奈，这种日子不知道还要撑多久，仿佛看不到停损点。记者赖冠璋、王淑红台南报道。